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价值，才会当救台湾，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价值，才能够救台湾。哎，咱倒转来哦，又换甲咱杨尚明老师哦，愈讲愈，咱愈听头的时阵，你安尼接耳听到啦，就感觉讲哦，这毋知在讲啥，敢若十八天外甲生活拢完全无关系。啊，即马愈来愈活，愈来愈活吼，所以讲人讲好酒伫茫底吼，愈来愈会甲你要所听的吼，啊，你愈想安尼，会都敢若讲。甲你有了关系啊啦，即马慢慢要产生关系啊。好啊，来，咱即马阁继续呢。这个清朝，头拄讲的清朝，伊的水是受土所漂。啊，这个土就是清朝一个大臣袁世凯的袁，就是土出头。袁世凯。哎，这个袁世凯本来伊并无。意思在翻万清，伊是万清的大臣啊，伊哪有可能去翻万清？这就是啥？受到孙文的煽动。孙文的煽动，伊去抗万清的皇帝。两位，所以万清的皇帝暴毙。叫做顺帝。顺就是个孙，搁一个招妹。顺帝。顺为什么叫得这个顺帝呢？都是替乱，让位就对了。逊位了。嘿，又有逊位，不是怕败的，不是被怕败的，吼，啊嘛不是讲那个叫做革命成功的，不是，是人让位的。啊，为什么伊让位？就是去予袁世凯甲骗去。伊本来满清是伫孙文进前的革命。革命十届拢失败，拢去互满清个消灭掉个，所以伊满清有即个警惕心，伊甲孙文赶出去，嘛毋是孙文，互满清赶出去，是孙文走出去，日本走英国，伊嘛走来咱台湾，无款，吼，啊嘛去日本去死过去安尼，去无款就对啦。这满清是伫这款情形之下呢，本来伊这迄个真警惕心，就是真注意啦。敢像讲，迄个做草木皆兵的意思。迄种阵十跩革命迄阵，十草木皆兵。所以伊伫街仔路面，看到讲即个人脚门夹底，伊就想这是革命分子，伊就甲掠起来。看到衫穿毋是清朝的制服的，伊就想这革命毋是，这就是革命分子，伊就甲伊掠起来。因为掠来掠去呢，掠到尾啊呢，到尾啊，因个叫做新军。什么叫新军？就是即卖清源那边啦。向阵叫做新军啦。满清有征一个新军入去部队去训练。即卖抓到遮个人啊，甲名册呢，是因入去部队训练遮个新军的共伴。遮个新军的共伴知影讲因的共伴。去互掠着，苗车去互掠着啊！安尼想讲，安尼稳死个。咱这边，咱遮伫部队伫训练，遮个稳死个。安尼要安怎？我改拼。所以伊就开始改拼，因为安尼忽然间啊，甲迄个满清诶，即个部队呢拍开，然后则。革命出来，革命出来，然后才开始讲武昌起义成功，不是孙文的代志，甲孙文无关系，对，无关系，孙文是伫美国，迄个檀香山伫遐在时咧食饭的时阵咧，
报纸买起来看，我讲哦，武昌起义成功啊！嗯，赶紧拼。这个时阵才知嘞。嘿啊，伊要赶紧拼回来，功劳拢是我的。嘿，啊，伊知影去武昌起义成功啊嘞，伊犹阁唔敢随倒转来。哦。伊惊讲，今下这唔知。唔知真诶啊假？嘿，对。所以伊阁继续伫英国、伫欧洲，伊继续流浪。嗯。啊，顺这个机会。开始募款革命金，哦，革命的募款金，啊，四界去募款，讲是讲去四界去赶细人国家，哦，卖个都借钱给清朝，卖个迄个借武器清朝，借好伊就会使。其实伊是伫咧，伫咧观望，观望武昌起义到底是。会当记载偌久？会成功也未成功就对了。对，嘿，是安尼。啊，了后伊写两个话话，才写到转来。嗯。写到转来，向阵的报纸记者拢认为讲，孙文诶募款一大笔的钱，转来要帮助这革命军。嗯。结果人家问伊讲，无啊，我无半仙啊。嗯。我敢若带一个人转来尔。嗯。我这个人转来，我是代表革命。啊！伊代表这个，伊就家己本身就是从通知，就是走出外国啊。嗯。下面啊，代表这个，这个讲大话啦。哎，迄个甲你讲，迄张书贵啦。嗯。哎，孙文就张书贵啦。你看伊四界去迄个，因遐讲华侨的所在去共募款，无足侪钱哦。你啊，伊拢唔承认，啊，要讨嘛无当啊讨安尼啦。就甲你讲，这个哦变神啊，我讲。啊，迄个孙文。回来了后，去到外世两个月，回来了后呢，开始，伊就是英国的知名度真高嘛。哦，啊，人就认为讲，伊是大炮嘛，孙大炮，口才好嘛，老变啊。啊，就请伊来做领导，哦，领导革命，啊，革命伊领导出来革命呢，结果嘛，佫拍死万清。嗯。哦，佮拍死万清，拍到讲。伊个革命军用用要消灭去啊，用要扬掉去啊。嗯。这个时阵呢，英国个领事，英国个领事叫朱密典，朱尔典，哦，这朱密典才出来调停啊，恁南北个来讲和啦，莫个怕啦，哦，恁个来讲和啦，哦，啊，孙文就这个顺这个势呢，才去。煽动万世凯，本来万世凯引出万清的军是将迄个孙文的革命军用用要消灭掉去啊，啊，这个孙文才去煽动万世凯，去叫恁的皇帝让位出来，中华民国总统就给你做，这个万世凯呢，伊。少想要做总统，伊嘛唱一波，家己嘛做两炮啊！对，准备伫遐咧等等，结果来讲死啊，晕啊命啊，都无打着甲伊嘛。伊若早来甲你请教吼，伊就袂去做两炮安尼见笑的代志。所以伊阮世界去囥迄个鲍鱼两位，但是这中间呢，有提出五个条件出来。鲍鱼伊毋是讲迄个随便就让位啊，所以这就是咧讲历史的演变是受天运五德运转的影响，毋是多一个人熬，多一个人革命成功，拢毋是。即摆讲到遮呢，就是要讲孙文伊所伫国外的募款，转来时无半仙，是安怎无半仙？因为伊无看的金额，全部拢予因阿兄去。因阿兄伫香港。伫香港在生活咧默默受。因阿兄本来是伫迄个美国檀香山。大香山。伫遐咧开牧场。迄个孙文伫满清统治的时阵，嘛往北走去因阿兄美国。因阿兄迄个所在去挖过因阿兄。啊，不过伊毋是讲伊是伫檀香山，伊是咧做医生。
哦，还不是檀香做医生，是伫咧在澳门做医生。哦，伫咧澳门在做医生。伊就是因为孙文伊读医的，读医了后去迄个澳门做医生，但是到尾也去哦，迄个澳门的政府呢，发现讲这孙文都无医学毕业证书。哦，无政府发予你的医师执照，所以把孙文赶掉。秘医嘛，等于是秘医尔嘛，所以把孙文大炮啊，一支出，把孙文赶掉。哎，孙文是伫澳门的时阵嘿，才加入迄个中心中会。新中会，所以新中会并不是孙文发明的，嘛不是伊创造的，是人已经伫澳门的时阵就已经有啊。吼，爱看讲伫澳门的新中会，拢是专门伫咧做答满清政府建议的清官代志。所以伊认为讲这是无呢，这是无性命危险的，所以伊才加入新中会。新中会伊伫澳门，因为伊的医生馆了去哦。叫政府甲关掉，所以变做关门，才阁倒倒转来香港，吼，倒来香港就去挖苦迄个香港的新中会机会，香港新中会机会伫这个时阵受香港迄种定的百姓的鼓舞，讲恁爱起来革命，所以时机实在未到，但是因想早起来革命。结果革命去哦，完全打败。孙文伫这个时阵，伊也唔知影死。结果伊阁走伊去找因的老师。找因老师，甲伊讲，这讲都怎什么情形？因老师找一个法律的人来，听听来讲，你爱赶紧走啊！你爱赶紧走。无即摆你随完全离开抬头。他讲到我安尼，伊讲对对对，无我嘛爱等下捆一个行李，捆一个，通洗一个创啥嘞？伊讲未付啊，你未付，搁倒等下领导痛啦，你爱赶紧化妆，爱赶紧，爱赶紧人工，阿婆爱赶紧人工，准走，因为安尼嘞，所以孙文伊才开始化妆，有喙须，才开始坐船走出去。日本，伊走去日本的时阵，伊这个满清了，就发通缉令啊，所以伊就袂当倒转来啊。所以讲伊搁伫遐咧租厝咧徛，搁看到人迄厝主的查某囝水，十四岁尔，就硬要甲带来做某，反正不是做某，要滴啊啦，安尼啦。这个我来讲，这个恋童癖吼，连讲咱来开一个恋。所以孙文这个吼。我那是天运造成的啦，不是伊咬啦。伊哪有咬啊？一支嘴靠一支嘴尔，哎呀，什么拢未做的，拢未晓做啦，应该是未晓做。做医生嘛是做秘医啊，四界去无款无嘞，钱嘛无提出来，正讲讲提来要为着众人的代志在用的啊。所以一般拢认为讲清朝是被满清给打败，这是受中华民国教科书所写的历史，具有这款错误的认识啦。其实武装起义不是孙文发起的啦，而且嘛不是就是一直想要做皇帝啦，所以要做皇帝是这袁世凯想要做皇帝。孙文伊本来开始的时阵，就是想要做满清的郎官，农民的官僚就对，要做满清的郎官。想要做农业部长的意思啦，安尼啦。所以伊伫这个时阵呢，还未决定进前，伊还咧读册的时阵呢，伊就写一个说，讲是万言书予李鸿章啦。其实我甲算是8500几字啦。历史教科书就讲个万年书啦，过阵都碰碰金冠水，遐都上班啦，标点符号啥物拢算算。写这个万年书予李鸿章，内底就讲着伊要做郎官的代志啦。所以伊本来唔是要革命，本来是要做官。结果满清伊，李鸿章看到伊这一万字的。
诶资料呢，连看嘛无爱甲看，甲偏爱粪扫桶去。是啊，所以讲咱足感谢讲家在啦吼，今仔日啦。咱啊，老师吼、哦，无去读到迄个中华民国的教科书吼，伊才有通啊捌遮济、看遮济，甲咱讲真实的这个历史啦。啊，你若是讲讲同款哦，拢洗脑教育的吼，你着按照迄个中国的这个中华民国的教科书来甲咱讲这個，啊，咱的节目就无啥物稀奇啊。哦，啊，咱即马诶已经讲三段去啊，啊，两段。讲两段尔，吼，好好安尼吼，咱休困者，等下再搁倒转来，吼，好。找回诚实佮廉耻心的价值，才会当救台湾；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价值。